圣经话：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当我哋敬拜嘅时候，藉诗歌、祷告、圣经信息分享、默想、回应，我哋学习休息，包括外在嘅默然不动，内在嘅安静、专心、专注。我哋学习知道，包括理性嘅认识同明白真理、神心意、神自己，感性嘅体会同感受神嘅真实、神嘅同在。而家让我哋透过祷告预备自己休息，以致能够知道。祷告嘅时候，请同时默想祷文。神啊，求你赐我安静在你面前，让我聆听你说话。赐我安息在你里面，让你在我里面作工。赐我向你开放的心，让你能进入。赐我倒空的生命，让你能充满。让我默然不动，能体会你是我的神。阿门。各位弟兄姊妹早晨，欢迎你来参加北约恩典福音堂粤语堂的网上敬拜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们首先介绍今天的程序。诗歌陈旭辉弟兄，祈祷陆景瑞执事，读经谭神圣执事。信息今天我们邀请到恩俊宇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。恩牧师现职服侍在国际海外基督使团，他主要负责的就是搭建文化之间的桥梁的事工主任。恩牧师在多年的服侍支援海外宣教的扩展，是一位资深宣教机构的同工。今天的主席就是李建国牧师。圣经说，主啊，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，在列邦中歌颂你，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，你的诚实达到穹苍。神啊，愿你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我要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，开始我们今天的崇拜聚会。请大家起立，安静，因为上主在圣殿中。上主今在他的圣殿中，上主今在他的圣殿中，万国的人当肃静，万国的人
请坐。以下是敬拜赞美的时间，让我们一起开口唱，跟着唱，歌颂赞美我们全能的上帝。